后呢，这个上次呢，我们的这个记者首映会的时候呢，听说我们的演员哦，在前场听到他唱歌，都从那个后面偷偷来看说，说这个 CD 还是本人唱呢，就是本人唱的跟 CD 一样好听。那今天我们的知慧呢，他的唱片在我们的后头，我们后面哦，五大唱片那边哈、哦，今天也有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哦，因为我们的知慧唱了很多年的歌，然后因为遇到了我们的这个贵人王老师，啊，王老师那么皮啊，然后来，好的，王老师，刚才呢在后面帮他拉小提琴的就是王老师的女儿，对王家泉，对，谢谢你拉得好好哦，对，那我们的王老师呢慧眼识音，早就把我们的知慧签下来。是第一张专辑叫做《春晖》，对，《春晖》改名叫阿贡嘛，《春晖》，《春晖》。然后你有请到了妈妈跟女儿跟你一起，对，跟着我一起合唱，那有两个版本，对，大家可以去买专辑就可以听得到那首歌了，就是刚才的继续刮。爱情每户变老，哟，就是我们《天若有情》的片头曲。大家一听到就这个就知道八点了，赶快打开我们的台视来收看。然后片尾也都是你唱的，对，片尾《爱情的后事》知慧跟王尚宏老师对唱的情歌。好，我们往前一点点哈，对，那这次发片呢、啊，因为很难得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南，跟我们的朋友们见面嘛，要不要跟大家呢再次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自己的专辑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知慧这次呢很荣幸可以到台南跟各位乡亲哈见面，然后喜欢知慧的各位朋友们，后面那个地方有五大唱片在卖知慧的专辑，然后知慧会在现场替大家签名，谢谢。对，每首歌跟福利显微后听啊，每首歌都是到了这个真感情，就跟我们这部天若有情一样，非常有人情味的一张专辑哈，春晖就在后头，大家可以现在赶快呢去购买，等一下就可以拿到台上来给我们的知慧签名喽。再次谢谢你，谢谢。